好，家人们，再见。上一视频你看这帽檐第二排哈，这四个完成了，完成了之后我们空两个针目，在第三个针目这里勾一个短针，两个短针，然后再在第三针上勾一个引拔针，立一个辫子。好，再翻转过来，还是哈，还是勾两个短针，在这个位置勾一个短针，两个短针。好，完成之后还是在这个哈，这个一二三，在这六个长针中间的这一针上我们再勾六个长针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六个长针，然后还是在这个啊，这四个上面分别都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勾六个长针。好，家人们自己先把它完成一下。好，咱第三排哈，第三排完成之后咱这个帽檐就算完成了哈。我们这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和挨着的这一针里我们勾这个短针就行。两个短针，三个短针，四个短针，然后哈，再在这里勾一个短针，五个短针，然后看见没，这是引拔的这一针，我们直接在这一针上勾一个引拔针。好，这就算是完成了。我们可以在这一针上做一个标记哈，这算是第一针。我们呢可以接下来再勾这个短针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哈，在这个位置开始勾短针，一个两个，这个短针我们一定要勾的稍微紧一点，然后这两辫子这里不用管它，我们直接跳到这边直接勾短针就可以，这个短针一定要勾的紧一点哈。每一个里面勾一个短针，到这个位置这里不用管它，直接跳到这边勾一个短针。好，家人们自己把它完成一下吧。